A 站呢？成熟开始。你这个真听那么远啊？第几波？你家滚回去！我喝醉了。蒙谁呢？才喝了一瓶酒。快起来！起不来。别给脸不要。一脸心疼，然后我把你搂在怀里捏碎你。拿一个，我吃是两回有问题。拿呀。我怎么拿？用手拿，这什么？不然呢？这什么？宝吗？哎，陆宝，来干杯！黄菊怎么越来越二了？我操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嗯，太猛了。不是，不是吧？没有，来这边，快这边。先捧着，先帮你送。没有番茄酱吗？不好意思，他可能没有送。没有薯条，应该就不会有番茄酱。汉堡是谁的？这是什么？猪肉是有。你食量比较大。我还好。黄景月吃。重，有吃六个都没有动啊。你傻吧你？你说我不动。这个，好的好，爱这个。这个杯子，你们要喝了就自己倒。哎呦，我操！烫死我了。好鲫鱼。你喝吧，拿杯子。我告诉这个。没有水在这里边。你好意思，杯子。能不能喝点？喝可乐就给杯子啊，来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绝对拒绝。喝什么难受？有，再拿几个杯子。他昨天喝了好多白酒。这力量力也太了吗？谁呀、啊？也没多少吧。就是。我喝了一天，怎么喝汤了？没有，昨天怎么喝汤了？没喝汤。小可乐。他昨天很清醒。对啊。就是有点懵逼。还有，你上次咋懵逼了？上次是优氧酒换啤酒。掺的。哎，还是有白酒。因为我写完了，我有三十多。你要谢谢我。我脑中最后一个记忆就是你在那擦。还有吗？还有杯子吗？杯子还有吗？谢谢你。然后你说、啊、我可能有点。杯子还有吗？啥呀？我真喜欢。他们我本来我要什么？我说谢谢，我觉得你们俩都谢谢了呀。虽然我笑。我哭的挺热情的，擦的太假了。不是，你俩不是哭的挺假，这吸溜声太大了吧？哎呦我操！哎，鸡蛋老师，这回是真想。真给了我一刀。两万块。突然想起来这么一个人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钢丝球。It's you。我要就是在这个外国人一边拍，这边一边喝，那边一边拍，然后有没有下来买大绿棒？今天是啤酒，啤酒，走，都可以。我们这儿还有。Fashion boy。需要吗？一共还仨。其实我本来还想再喝一杯。你挺帅的嘛，在这里实用一点，什么话都挺帅的。在什么上面拍的呀？我不知道这是咋的。放下你们的手机，put down。No。打你媳妇儿干嘛呢？你那两根带子能不能塞里头？短袖，短袖。没事，就穿这个吧。什么带？没事，没事。什么带？这个。我一靠这两个带子活着呢。啥？哎呦，心脏疼。
吗？你容兄的吗？你是不是想罢演？你先睡着吧，我先收着啊。想想你两万块钱的，想想你可能演完之后，你一个月就赚20万了。把这个转到那种小角。他几点能过了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在。他几点能过了？小角的人出，小角不出来就转。穿上长袜了。嗯，别拉一拉，你是把那，你是把那穿，你是把那两边搭一块儿然后卷的。行，就这样。他竟然背着我和别人调情。你去找他。找死啊！你看他背着我，背着我调情还骂我，找死。好，你快点啊！好，来把这沙发撤。来。对，再弄一下，再抱一下，再说。温馨温情，来再来啊，来吧，好，再来一个啊，大家看好了，再来一个，来准备，啊，你好，不，加八五叉三三三，啊，你好，不说，开始。
英子。别怕，周六去医院看看，不会有事。你能保证吗？我能保证啊，我说话最有谱了啊！我说你没事，你肯定没事。走，吃饺子去。那你今天别和我接触。好，以防万一。走走走。你这我闹闹你闹闹你拉我，我都他妈可以了。对啊，又走路还走慢了，应该早一点到的。完了，你再来个再稍微高冷一点，好吧？现在这个在对，现在戴萌的已经有了好多了，来个再高冷一点，好吧？好，好了，再来一个，来一个啊！不来不来，你刚才我这个镜头被你挡啊，刚才被挡，我被他挡了，对你这张被他挡。哇，你节奏再慢一点呗。那个镜头你被我挡，这个镜头我被你挡。不还早一点拉他？你们俩随便站，没事。你俩随便按照刚才那样站就行。你早点去拉他，但是你的节奏要慢一点，你说话。到那边也行。你是不是傻？来吧。嗯。哎，是不是傻？哪儿穿的？你到那边，到那个高二爷旁边。可以可以，二爷给他活动。啊，来，脚穿吗？说什么？你手上一上来就拿个玩具，一上来就拿个玩具。上东西玩去呢？对，你随便拿个东西玩。你在那玩。对，一边玩一边聊天那种感觉。你先腿先躺下来，然后再多余坐起来。躺那块儿去，我玩一下，我躺着玩。好了，来啊，来实拍啊，来准备。录。二三零场，一进一四。开始。哎，你说，你腰上那个伤到底是怎么弄的？腰上那个？啊，我哥给砍的。你哥？嗯，顾阳吗？对啊。他为什么砍你啊？小时候我俩抢瓣西瓜，他没抢过我，就拿水果刀给我来了一刀。所以，你觉得你哥给你钱是应该的，你哥对你好也是应该的。我没逼他，他是自愿的。我说句公道话，你哥比你帅，人不能没有风度嘛。小时候啊，我跟我哥一起出去放风筝。风筝线断了，我俩继续追。我是哭着追的，我哥是笑着追的。啥意思啊？难道你从这点小事上看不出来吗？我的本质啊是善良的，我哥是恶的。不是，我就是想问问你。那风筝掉了，你捡回来不就得了？你哭什么呀？是不是傻啊你？搞点事儿，搞点事儿。这没有搞事儿。你上床，上床。不是这段戏没有搞啊。搞点事儿。A B 结婚店。啊，两块。我想我怎么的，还不卡？搞点事儿，还不卡？都看你都搂上去了，你以为你有惊喜呢？我以为以前对呀，我以为别卡了。我什么还卡？我还要卡？我准备睡觉了。我躺着还不卡？切，快点。
穿的，你那块加你那个用黑纸了，你用黑纸吧过不来，后头根本卷不来，好了算了，别吵了，别动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洗了洗，要么睡，要么玩。你怎么跑这屋来了？我在睡觉。你们家这么多卧室，你干嘛非要来这间卧室睡啊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别和我有过分的接触，汗液也会传播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要下来站起来，我现在把你推回去，是吧？我在被窝里，我干嘛起来啊？剧本上有提示你后来有下床，但是我不是汗液也会传播，我已经不想和他接触了，我还跑过去。你就要走吧，你就要走吧。那我不能过来推你啊！不是，你要出去应该是，我太什么，然后我再给你推回床上。行，你给他使点钱，再打的。往外面走啊！你应该就是下床。我意思讲完这句话，你就要走，你就要把我推开走，然后我再给你摁回去。我说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不是，我觉得汗液都要传播，我还往你这里推。好了，那我等。啊，行。你不当任务，我先回去。那他妈，你来这屋干什么？我过来睡觉啊。你们家这么多卧室，你干嘛非要来这间卧室睡啊？大家上来。我不是和你说了，别和我有过分的接触，汗也会传播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下不下？舒服，这样不舒服。你不下来，你别管我下不下来，我。那我那边，我把你推床上那边怎么演？你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什么传？不是把你推床上之后压到你身上，我说还有什么传播？还有什么传播是吧？我要给你推倒压在你身上。对啊，白月，你起来是对的呀。你也是很担心过来，真的是过来又给你告上了，传播他呀。所以你一看他进来，你就紧张了。在你对倒了。然后他一眼前，你就起来是对的呀。啊，好吧，你只是不愿意往外走，往外走有点。你站到这儿，我焦点在这儿，你往这儿站，你站这儿，我还过去三分钟。稍微有点。然后你就起来，你准备想跟他说，边说，然后你看哪个感觉可以往外走，然后你一走那边推回去，好吧？反正你们家这么多东西，干嘛非要在这点睡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别和我有过分的接触，汗也会传播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传播？我看见搬船了。还有什么传播？错了。唾液吗？我记得唾液也有传播，也传播是吧？记得唾液也传播是吧？然后也开始吸，然后吸烟，然后我说什么？因此不怕了，真的不会有事。在耳边说是吧？因此不怕，对，真的不会有事，即使有事也别用。别害怕，有我呢。别害怕，有我。别这样。貌似性传播。性传播也是干净传播的一种吧。然后是白瑞英的不行，把他推开。绝对不行，别犯傻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别犯傻。然后我就硬给拉回来是吧？对，然后。不行，我这是掐指双手那次吗？强吻基本上是。强吻、然后手摁住吗？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掐吻。我很清楚在做什么。嗯。最好的。然后手伸到内裤里。然后手伸到导演手伸到内裤里怎么演啊？哎，护肤怎么演？哎，两位老师这样啊。哎，你先站起来。一会儿这么长，这么长。伸到浴袍里了，那我俩又没有进被子里了。被拽竖着躺，还是？有请啊，这儿呢。没有进被，有进被，这样躺是吧？对。然后你先上来，来，
是吗？是吗？不是，我没事干嘛叫我事儿的妈？不让人活了，马上走吧。别把人刀具弄坏，吓我一跳。小公主，你有本事对着镜头发个脾气。小公主特别容易受惊。受惊？受惊吓的受惊。就那个受惊，你们没理解错，就那个受惊。发脾气，发哪段脾气？你就角色有发。